经过灵媒去找亡人，是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？且寻找我的亡人必须要去世后多久，而且不是升天后堕入地狱，只要在任何一道都可以找到，不见得。找这个亡人只有在饿鬼道，如果在畜生道，不可能把畜生找来，在人道他投胎了，也不会把这个小孩找来，那个天道、地狱道，你这一写了，你知道了，只有在饿鬼道可以找来，除了鬼道之外，其他的这个五道都找不来的。实际上的是应当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，你一个人往生净土了，不仅是你这一生的父母家亲眷属，你过去生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你都认得了，你都知都认清楚了，你都有能力去超度他，去帮助他，你自己不能往生净土，这都是枉然的。即使找个灵媒在鬼道里把他找来说了几句话，有什么用处？无济于事。由此可知，真正的孝子贤孙一定要认真努力念佛往生净土，这才能报父母之恩，不但报今生，报累劫父母之恩。